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全新的富士 GFX 100 Mark II， 这是一款第二代的中画幅相机。很荣幸能够在相机发布之前就先测试一下这台相机，但是今天这个视频不是一个完整的测试视频，而是我首次亲身体验这台相机的感受。我也会介绍一下这款第二代 GFX 100 的新功能和性能特点。据我所了解，这台相机在连拍速度、自动对焦以及视频拍摄方面进行了一些改进，性能相较前一代有所提升。GFX 100 Mark II 配备了一颗分辨率高达1亿像素的中画幅 CMOS HS 传感器，同时还搭载了全新的 X Processor 5处理器。相较于前一代，它的外观没有太大变化，但最大的差异在于它可以使用电池握把。当你拆卸电池握把时，机身的重量才950克，体积也相对减少。GFX 100 Mark II 配备了944万点的电子取景器，其背后的屏幕操作方式和 X-D5 相似，不能向外翻转，但可以向上或向下翻转。它还提供了 Ethernet 端口、HDMI Type-A、USB-C 接口，然后一个 CF Express Type-B 卡槽，以及一个 UHS-II 卡槽，同时也可以通过 USB-C 接口连接 SSD 进行储存。此外，机身还内置了8G 防抖功能。第二代相机连拍速度提高，每秒可拍摄8张照片。根据富士提供的讯息，它的对焦系统采用了和 XS2S 相同的人工智能对焦算法，这意味着对焦速度比第一代相机要快。此外，它还增加了针对动物、昆虫以及交通工具的对焦系统，展现出色的照片效果，比第一代的对焦性能要强大得多。富士的1亿中画幅传感器能够捕捉极其细腻的细节和生动的色彩，和富士的 ABS-C 传感器相比，画质体验有明显差异。中画幅传感器能够更充分地吸收光线，从而在成像时产生更高的图像质量。此外，由于较大的传感器，它能轻松实现背后虚化的效果，使主体更加突出。这次还推出了全新的胶片模拟 Rela S， 它展现最真实的色彩还原和高对比度的色调，这将成为喜好胶片模拟的摄影师多了一个选择。这 video 来的 ，OK，OK，OK，Go。OK， 好，你可以手动，不用紧，手动。OK。在拍摄视频时，富士增加了主体追踪 Subject Tracking 功能。相对于以往的富士相机，对焦系统只提供了单一对焦点或多机对焦功能。这个主体追踪功能使得拍摄视频更加便捷。
但是在初次使用过程中，如果对比其他全画幅相机，这个对焦追踪功能可能需要进一步的改进。这款相机在视频功能方面进行了许多增强，包括 8K 30帧的视频，然后最高60帧的 4K 录制，10比特422或420的色彩深度，以及内部录制 Apple ProRes 的能力。此外，它还支持多种视频规格和色次，如 PremiStar 35mm 和 Anamorphic 的选项，为想要使用这相机拍摄视频的用户提供了更多选择。外部录制还支持 ProRes 和 Blackmagic RAW 视频格式，我建议你必须到富士官网去了解它拍摄视频的规格，因为每一个选项都有不同的设置。这次富士也推出了一款全新的镜头 55mm f1.7， 尽管是中画幅镜头，但它相对小巧，最重要的是它拍摄出来的照片令人印象深刻，具备出色的锐度和全景声效果。总而言之，第二代的 GFX 100的机身设计和操作界面经过进行优化，以提供更出色的用户体验。它坚固耐用，适用于各种拍摄场景，是备受期待的中画幅相机。它集成了高分辨率、高性能自动对焦和卓越的防抖技术，超强的视频规格为摄影师提供了强大的工具，用以捕捉精彩瞬间和创造出色的图像。如果您需要一台中画幅相机，不妨考虑这台第二代的 GFX 100。今天这个视频就先到此为止，你已经中毒，让我帮你解解毒，我们下次再见。